香港名副其实的美食天堂。而今日将要讲的这间响当当的餐厅，算是有份将香港推上天堂级的地位。它的名字太长兼巧口，所以我姑且将它简化成叫做八宝般，或者叫 Bombana。 现在大家所认知的 Ritz-Carlton 是在 ICC 那里的，是全球第二高的酒店。其实在2008年之前， Ritz-Carlton 原本是坐落在 AIA 的隔离，即是今日建设银行总部这栋大厦那里。咁酒店嘅意大利餐廳 Tosca 其實依家仲保留喺 ICC 嗰度或者新嗰度啦，喺正食自助餐嘅 Cafe 103嘅樓下嘅啫，景觀好到不得了啊！咁而當年 Ritz-Carlton 仲喺 AIA 隔離嘅時候咧，呢間餐廳嘅前身 Toscana 嘅主廚就係 Umberto Bombana， 係啦，唔係撞名，而係呢個 Bombana 喺 Ritz-Carlton 搬遷嗰時咧就跳咗出嚟自立門户，喺2010年嘅時候就開咗自己嘅餐廳。这间餐厅位于力山大厦的二楼，餐厅名的前半部分就是因为主厨兼老细实在太喜欢一套莫获奖无数的经典意大利电影，是1963年上映的 Otto e Messo。 这个面目和善的主厨兼老板 Bombana， 他带领着八部半成为了意大利境外第一间兼且是唯一一间米芝莲三星意大利菜，由2012年保持这个纪录直到今日，这个骄人纪录依然未被打破过。餐厅格局走的是简洁现代的路线，一点都不拘谨，就算突破了不少传统意大利餐厅离不开都是一些比较欧式的复古风的风格。不是说那些不好，但你一拿捏得不好是容易变成重口味的。八部半在装修上面，他没有过分去精雕细琢，天花板错落有致的镜面反射算是稍微弥补楼底不高的缺陷。我拍的时候算是稍微推高了 ISO， 其实现场环境是挺暗的，距位和位之间距离恰当，卡位都不少。我提前两星期订位，好彩我被安排了坐在窗边的卡位，虽然没什么风景，但有得望着我最爱的文化酒店都是爽的。好，来看看 menu 先。不要看它那么大本，其实只有三页，走的是贵精不贵多的路线。一于试试它们的 tasting menu， 五道菜的晚餐每位1780，可以加多780元就额外有 wine pairing。 Bombana 的名气很响，人称白松露之王，其实它对黑白松露的研究都挺深的，不过尤其是当白松露当做季节，即是冬天11、12月左右，餐厅更加一位难求。讲开松露，我想起之前海港城吃过有一间餐厅叫松艺馆，绝对不是要打算将两者相提并论，而是想讲有些餐厅会以松露来做主打，它道道总都夹硬要加些松露下去，不论是刨片又好，松露酱又好，定是松露油都好，甚或走火入魔到出埋松露 cocktail 添。先不要讲话好不好吃，但绝对会是会越吃越审美疲劳，兼且会嗅觉疲劳。而啱啱嗰份 tasting menu 你都見到嘅，佢只係喺當中嘅一道菜當中加入黑松露嘅啫，作為一個畫龍點睛嘅配角，而唔係一個過度活躍嘅飯膠。好啦，點完餐之後先嚟麵包環節先。呢啲特級初榨橄欖油好新鮮濃郁嘅，魚韻十足，食落嚟。呢啲陳年黑醋咧個甜度恰到好處，但我啊好驚啲醋係太酸嘅，咁呢種甜度咧就同橄欖油相輔相成得好好啊！它的小麦面包的麦味相当突出，外壳够晒脆，兼且它们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自动换蓝新鲜出炉的面包给你，就拎走旧的蓝。可以时间跳一跳在后面，我在吃紧正餐的时候都忍不住继续吃它的面包，那你就知道这面包质素真的很好。尤其是那些Grissini 就带少少那些少少芝士的咸香，吃落好的野味。他们的餐前小食就是一份已经有黑松露的了。我明白餐前小食是希望做到一种开胃效果，酸酸地，但黑松露配醋呢， 我自己觉得是挺怪的，因为那阵醋酸味是完全盖过了松露少少独有的近乎好像煤气的味，而这些湿哒哒的松露片呢就好像少少纸皮湿水纸皮的口感，所以我都是继续吃回面包算数了。但正式的第一道菜，这道前菜呢就已经先声夺人了，是来自法国的白芦笋配鱼子酱，
两款都是相当矜贵的食材。而白洛逊即使它正值当造季节都好，因为产量少，所以依然是这么新娇肉贵。白洛逊入口是清甜无渣的，爽口细嫩。如果鱼子酱就这么吃的话，那阵独有的咸香已经很诱人了。所以两者结合在一起，小朋友是又鲜又甜的。你是估不到两种都是主角级数的食材，但彼此可以配合得这么好。关于白洛逊可以讲多一点，它要种在松软的沙土入面，你既要给到充足的养分它，又不可以给它见到阳光，所以在栽种过程中是全程都用遮光布冚住的。你还要赶在笋尖顶未生到露出地面之前就要收割的了，因为一见到阳光的话，它就会做到光合作用，那就会变成绿色的普通露笋，不论是味道还是价值都会大打折扣的。这个时候来看看上集在 Caprice 吃的那碌白露笋，你不要看它好像手指那么粗，其实相当脆弱的，所以在收割、包装乃至运送过程中通通都很讲究，兼且还要批皮的，起码批了成三分之一左右的体积，还要千万不要批断。批完之后剩下的这些白露笋的心才是吃起来细嫩无渣的部分，所以大家如果你看到这个粗幼度的话，其实真的要好好珍惜这么粗。那八宝本今次提供的白露笋虽然个体积就没那么wow了，但是以量取胜，给了三碌你，加上有鱼子酱相伴，所以都是吃到欲罢不能。前菜过后的第一道是皇帝蟹，蟹肉鲜甜的，也都厚肉爽弹，配搭海胆和这些海鲜汤的泡泡，吃起来是鲜上加鲜。这道菜垫底部分是口感相当硬，好像生米的口感，我都不知道是否算是 risotto。 我需要整体质感行的是比较清淡清爽的路线，吃起来都不是很漏的。跟着这一道餸就是一个临时餸的，不在原本的五道菜当中的。最后看单都发觉是没有额外收钱，是一份细份的酸酸甜甜很开胃的贝壳粉，它跟上一道菜一样都是有海胆在里面的。汤的质感看下去好像挺稀，其实入口是挺浓郁挺鲜的，尤其是当你搅散份马份海胆之后，一啖入面既有海胆的甜，浓汤的鲜，你因为贝壳粉是相当有咬口，所以延长了每一啖在口中的时间，拖长了那一阵层次丰富的鲜味在口中的余韵。好吃是好吃的，不过即它的出现好像似乎打乱了原本五道菜的那种口感、层次递进、转接的设计。因为其实这道餸基本上就是 repeat 回上一道菜的风味，兼且略嫌个贝壳粉我觉得真的硬了一点，你嚼起来甚至要用力去咬才行，那种硬我觉得似乎都是承接回上一道那种硬，两只两道菜的底都是硬的，是挺怪的我觉得。不过既然是餸的，每样都是开开心心吃到清碟，以示尊重。之后厨师会搬张台仔在你面前，新鲜地将黑松露刨到下一道菜，这个意大利的云吞上面未刨的时候都还好，一开始刨而已，连距离隔到这么远都闻到那阵松露的香味了。你都看到的份量是慷慨足以覆盖整个碟。话时话这个Agnolotti 其实个中文应该是什么，我不知道怎么译，所以我姑且叫他当他做意大利云吞先。认识的朋友麻烦在留言那里分享一下。他样子好像一件那些金元宝的样子，配上一些鲜黄的口感，还有一些微脆的黑松露，是的，是微脆的，不好像刚刚浸着那种湿碎纸皮的样子。这样配搭来吃起来很香，兼且都 feel 到餐厅在分量上的诚意。如果现在是冬季白松露当做季节的话，我建议松露的粉丝真的点都要来试下由白松露之王揀的松露是什么品质。肉类主创揀了这份 short rib and beef tenderloin， 是来自澳洲的和牛。全民主厨揀的这个农场，它是用朱古力来喂牛的。切开它了，不用多说，你单是看看这一款暖红色和这个肉的纹理，你隔着个芒都感觉到有多嫩滑多汁。它表面烤到有些微的焦香，所以个脂香感是挺丰富的，但又不是 A5 和牛那种入口即化的款，不是的，
这款 M9 的澳洲黄牛，它越嚼的牛味道越出来，配埋嗰啲薯蓉都十分之绵滑啊，水准之作。咁但系呢一道菜嘅配嘅系一个红酒梅子汁咧，就好浓啊，系结身嘅偏甜嘅。咁因为本身个汁已经系用红酒嚟煮噶啦，如果夹埋一齐，反而令 pairing 嘅嗰个红酒饮落系有少少被抢一阵味，令到本身嗰阵红酒嘅味嗰、那个风味被盖过咗添。相比之下，老婆的主菜 Baby Lamb 咧就更加印象深刻啊！个羊架外脆内软，啲油脂分布得好平均。入口嗰时咧，先系觉得哇好肥美啊！嗱，嗰种嫩真系形容唔出嘅。我记得我先当刻个脑喺度谂就系话，要有几 baby 先可以嫩到咁咧？咁你当你嚼下嚼下嗰时咧，嗰阵微微地嘅酥味就开始发出嚟啦。呢道菜嘅火候掌握得无懈可击。我想唯一的缺点就是份量少，我哋俾多一倍份量好不好，太少了，得个两啖，系咪？好意犹未尽啊，食多。好啦，咁今餐饭嚟到尾声啦，就是甜品环节啊。咁喺度可以讲下呢间餐厅嘅一啲不足之处，就是我觉得其实成餐饭我都觉得餐厅嘅服务态度系有啲冷冰冰啊，啲员工好似做到唔系几开心咁样，好目无表情啊。由门口大位嗰位员工开始，已经系黑口黑面噶啦。佢哋有时你想问一下一啲上菜嘅侍应，关于送菜上嘅一啲料理嘅细节，但都被敷衍了事咁样答法。而最后就系喺上甜品嗰时咧，我谂我系第一次喺米芝莲级数嘅餐厅俾人掟低个碟。嗱，我唔知佢系咪无心之失，因为个碟有两层嘅，可能会跣手，最多系望一望佢就算啦。嗱，佢喺掟低个写住生日快乐牌仔嘅甜品碟之后咧，粒声唔出就咁走咗，既冇生日祝福，亦都冇打算影相，就咁转身就走。所以我啲态度可以再好少少咯，因为遇人不熟系会几影响我哋对间餐厅嘅印象啊。嗱，好啦，我最后睇下张单，两份 tasting menu 再我再加埋 wine pairing 啦，咁埋单连加一就挨近5000蚊。嗱，抵唔抵？我覺得見仁見智啦。但今餐嘅 wine pairing， 我覺得係並冇起到一個畫龍點睛嘅作用啊，甚或係冇乜點留低印象添。我對於最後呢杯咖啡嘅印象，比對於酒嘅印象更加深。好啦，咁今條片嚟到呢度，想支持呢個頻道嘅記得訂閱、撳埋隔離嘅鐘仔同埋 follow 我哋 Instagram。我哋下條片再見。